你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节拍器，它速度可以自行控制啊。你调到，如果要精准一点的，用写的，120，速度120啊，OK，就 start。哇，那个液晶上的东西以后都什么牌？这台什么牌？IMAGE，IMAGE，最便宜的，国产的，2990。单买的话是9000呐。它是空机啊。2990是绑约的机，绑2年。然后越户的话，它这种要吃到饱了。那个吃到饱了，但是吃到饱以前是699，现在400，这个485，485就有了。再加上2990的那个电话费，所以800有找。哇！然后他们说一开始感觉好像比较贵，但是事实上它里面有一个功能，网络电话。那你假如说对方两个都用，就你要讲两个小时也不用钱。会，网络的话不同系统也可以。是啊。对，是讲话的那一种，299里面的话声，台哥大吉有一个最高限额，里面不用钱，那也要3分钟以下，但是这个网络电话你讲2天里面，你还是吃到饱那个钱而已。什么叫做网络电话？就是透过网络讲话而已。跟 Skype 有没有一样？是不是 Skype？ 老师说 Skype 吗？啊，台哥大中，我这是台哥大的，还是 Google 的 Talk？ 你是说 Google 的 Talk 吗？都类似，它有很多种机子了，机子不一样。要机子有资源，你这台就没有了。那我直接如果用那个，这台不错，可是它没有。如果用 WeChat 的话就可以。你有刚刚检查过是不是？没有。这个是节拍器，然后这个节拍器的出发可以一拍一个，也可以一拍两个。专门音乐的。一拍两个。我刚刚那个刚刚。好用哦。3 4 1 2 3 4，你要一拍三个也可以，我们那种 Srock 哒哒哒哒哒哒那一种，我试了10多种节拍器软体，这个最好用，所以还可以跳舞的，都有，骑马舞那种，这个是节拍器，然后下一种调音器，好用哦。调音器的话，这个好处是这个叫做，我看一下，叫做 pitch detector， pitch 是音高嘛，detect 的是侦测。老师，这是 A P P 吗？那是 market 里面的 A P P 吗？对，这个都是 A P P 啊，都你要找那个免费的话，现在这个都是免费的。那这样不是说只有这台有，我这台也可以用 APP 下下来、啊？对，就是我就是让你们自己的手机去下载我讲的这些东西呀、啊，就可以回去你就你的，而且这些有些这些单独以前都是买单机就要好几千块，那现在有你就上网一个月489哈、哦，这个调音器的叫 Pitch Detector 的这个的话，它好处是乐团中你可以调到442，它预设值都是440 ，A 等于440，你这它有正负，你调这个就可以调到442，442旋律或管乐都很好用。对了，多一个点。然后我测给你们听。如果440的，那我们是通常在这个一格正负十都算准的，这个是调音器，没有声音的，纯测的。那另外一个是那个每一个音都有，这个叫做 CarTune，CarTune， Tune 是调音器嘛，Tuner， 检测量，这个 Tuner 这个出来它是这样子，那每一个音，在 A B C D 12个都有的。
现在要吹西。那它会显示你的那个频率，290跟580，88度的，你看 A， 在那个440这边在跑，这是其中一部分功能。这个就是说你要每一个音，那知道这个音现在是哪一个音的话，就用这个。那我们就可以测自己的音，你音准，对，唱的。以后我今天讲的那个气振音的平音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用这个来检验。你要吹一个那个长音，回到刚刚那个，刚刚这个，不要再翻那个了，搅乱一时输水。对啊。关闭吧。那你就让它吹平音的时候，那一根最好连能练到那个抖动都尽量少，这你的音色就可以越来越好啊。就是，然后最后一个那个分贝器。这个英文名字我看叫什么，读一下 Sound Meter， S-O-U-N-D 声音 Meter 测量，那这个就是噪音 Sound Meter 吗？对 Sound Meter。 它廖锦栋的声音，他常常用那个买一架好几千块甚至块的分贝器在检测他的那个统音的音量，他说可以达到120-130这样的分量，但是这个能不能有那种功能，我们还要再 test 看看。那你对准它的麦克风就讲话那个位置。刚刚我这边吹到是最大是89了，但是。因为他们那种单机的时候，那种是一个绝对值，那我们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调音量，我看音量调到最大的时候，如果调小的话，它检测值会不会降低？没有跟。都88、87要最多89这样子。哇，那我稍微声音加点就可以取电。这个是这四种是我测验过很多种之后，这四个这样，其他有类似那个什么钢琴什么乐器，那就多了。所以这个跟那个是第几代没有关系吗？应该是第一桶大略昏来是第二代。才有这个功能。对，第一代的平板连这些功能都还不见得有。我说包括那一种，它其实这一种功能跟这个功能就是一样的。哦，这样。然后我现在用这个电话可以分享给他，可以用那一架来操作这些功能，它屏幕就变大了。嗯，对。